哦，请合掌。谁知智慧力而长云，犹如今日之明朗。左右诸意如是光顾，胸中支持般若。诸有于此生死牢狱，无名安福苦所，众生海中悲痛，以此具足六识云因。五大类真烦恼随起，业智铁锁为切，无明暗处苦之妙雅，境界未断回报，从本清净究竟实地功德深远，佛子最深，百亿十二相好庄严处，心安净地妙寂，将阿拉巴扎那帝摩诃迦那帝摩诃迦那帝摩诃迦那帝。嗡阿拉巴扎那利吽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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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巈嗡罗巴扎那利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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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哦，那个在那里，那个在那里，哦，那个在那里，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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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咖啡春意，欺骗着光明，进入我心，与之作黑暗，几经几轮交叠，几争的言辞，智慧辩才显现，祈求增长，问世就慧能，祈求增长，将论组织，祈求私欲共不共其地，愿诸如尊成就其价值，祈求人云先觉之身。祈求速消除颠倒邪知，祈求尽断身心疑惑，愿速入尊成就其价值。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老师好，我的声音听得清楚吗？可以，可以。因为我现在人在印度，所以如果哦，是讯的，号不好清或者楚。听不清楚，你们要讲。好，那我们就接着上周的进度，请翻开《广论》第401页。好，那我们上次呢就介绍到说，那既然不应该以奢摩他为满足，在此之上应该要寻求圣观，寻求毗婆舍那，寻求证悟空性的智慧。那要了解这个所谓的毗婆舍那，那要从哪些方面去了解呢？首先要了解毗婆舍那，先具备能够了解毗婆舍那的条件，也就是依止毗婆舍那的资粮，我们应该要先做好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呢？依止毗婆舍那的资粮，那再来进一步就是要了解毗婆舍那所有细致的差别，进而我们才能够去修习毗婆舍那。那之后透过修习以后，产生毗婆舍那成就的量，成就毗婆舍那的量。
分为这四科。所以一开始提到了要学习毗婆舍那之前要做好什么准备，那我们上次就说到了要去精进舞蹈的善知识，听闻正法。而在听闻正法这个经论，听闻经论当中呢，要依了义经而不依不了义经。那何谓了不了义呢？又要从看说是依着佛陀所授记的祖师龙树菩萨、无着菩萨、二大车轨师所分辨的了不了义经，其中又以龙树菩萨所开眼的这分辨了不了义为主，他所造的理据六论来去分辨所谓的了不了义。所以在402这个地方就说到，第一科要了解什么叫做了不了义经。所以这边讲到说，诸欲通达真实性者，须依佛语。然诸佛语有种种机，亦乐增上，亦有种种，当依何等求生也。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通达真实性，想要通达空性的话，我们应当要依着佛语去通达。但是呢，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又因应着不同的根器，宣说不同的法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依怎么样的一个佛语呢，去寻求圣真的空性呢？所以这边就说到了，未当依止了义佛语通达真实。所以在佛陀所宣说的这一切教法当中，有些是了义经，有些是不了义经。那当我们要了解何谓圣深空性时，应该要依着佛陀所宣讲的了义经去了解空性的内涵。若尔何等名为了义？所以大师这边就质问说，那这样的情况下，什么叫做了义呢？何等名为不了义也？那怎么样？到底什么叫做了义？什么叫做不了义？答：此就所权安立。此处在整个广论当中呢，前面奢摩他从下士道一直到奢摩他之间，大部分都是中观跟唯识共通的一个程序。那到了毗婆舍那的时候呢，特别就是以应成派的宗义为主来做宣讲的。所以此就所权安立，也就是在此处奢摩他讲毗婆舍那中观应成派的时候呢，他如何去分辨所谓了不了义呢？是从所权的一个角度来做安立。也就是说，在分辨了不了义的时候，有从能权文字的角度来去分辨，一种是从所权义理的一个角度来做分辨了不了义。那就以唯识而言呢，唯识基本上它是从能权文字的一个角度，在讲述经典的时候，这个经典是否能够如言而取，也就是佛陀他所宣讲的这些文字呢，是不是能够如同他字面上所表达的内涵去取义。如果可以的话，这叫可以如言而取，这种就叫做了义经。那如果不能从字面如言而取，它必须要再去引射其他的内涵，或者引申出其他的内涵，不能如同它字面上所讲的一般去取义的话，那这种情况就叫做不了义。这是唯识的一个说法。那就以中观派对于所谓了不了义，特别在应成派呢，在分辨了不了义的时候，它不是从能权文字的一个角度来说了不了义，而是从它所权的义理上，它的义理到底有没有表达出真实的内涵，也就是表达空性的内涵。如果说它的义理它是直接而且主要全说空性的内涵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经典就可以说为是了义经。即使说它的字面不能如言而取，好比像般若心经，心经一般说无色声香味触，无眼耳鼻舌身意，它从字面上是不可以如言而取的，因为不会有这种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等等的一个情况。所以从字面上来看，它确实不能如同字面上去取义的，否则会堕入了断边。但是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讲到无眼耳鼻舌身意，在讲到这个无，它是怎么样一种无法，它是什么不样，什么样东西不存在呢？是说自性不存在，或者说地识不存在。所以是无自性的
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它的内涵，实际上它表达的内涵是要全说没有自信成立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就义理上，它的所权义理上是宣说空心的内涵的缘故，所以即使是般若心经，它的字面不能如言而取，但是它的义理上，它是主要并且直接表达出空性的内涵的缘故，所以它依然是属于了义经。反过来，如果它的字面即使是可以如言而取的，但是它所权的义理并不是宣讲诸法的真实性，不是宣讲空性的内涵的话，即使它的字面可以如言而取，依然不能安立为是了义经。好比说佛陀在宣讲业果的这些经典时，那这些字都可以如同佛陀所宣讲的字面般如言而取的，但是因为他在讲业果空性，业果的内涵时，他并没有直接或者说主要宣说空性的内涵的缘故，所以他不能安立为是了义经。所以此就所权安立，在此处呢，就是从所权义理的角度来做了不了义的一个分辨。好，再来，所以释迦合住这边补充说，主要直接全显圣意，那这边的圣意什么呢？是指无我真如，也就是空性，是名了义。如果说他是直接并主要全说空性的内涵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经典就是名，可以称为是了义经。主要直接全显世俗，那世俗指什么呢？各种显现虚假自性，这些不真实的世俗非空性以外的诸法，这些都称为世俗，因之即为不了义经。所以所谓的了不了义经，在此处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如果是直接主要宣说空性内涵的，宣说圣义地的，它圣义地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了义经。它主要直接所宣说的内涵是属于世俗地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经典它就是不了义经。好，所以什么叫做了不了义经，就从它的所权来分，所权来做分辨。如无尽慧经云，那这边就引了经典的依据。何谓了不了义呢？那在讲到了不了义的时候，或许之后大家有机会学习到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那就可以看到说，同样的唯识无着菩萨，他也在分辨所谓的了不了义，那中观也在分辨所谓了不了义。那在讲到了不了义时，那这两个不同的宗义呢，它是依着怎么样的一个经典来分辨了不了义呢？就以唯识而言，它是依着解深密经来分辨所谓了不了义，而中观宗呢，它就是依着无尽慧经来去分辨了不了义，所以就分出了两种部派不同的了不了义的分辨方式。所以这边引到了无尽慧经，就是可以知道说是中观派，中观的宗义，它在分辨了不了义时，它依循的经典是无尽慧经。说到了何等名为了义七经，何等名为不了义经，若有安立显示世俗，此等即名不了义经；若有安立显示圣义，此等即名了义七经。所以这边就再把刚才的内容说了一遍，什么叫做了义的经典呢？什么叫做不了义的经典呢？如果说他在显示经典的内涵时，他是显示出世俗的法，就是非空性世俗的法的话，那这种经典呢，它就是属于不了义经。好，反过来，若有安立显示圣义，那他在显示在宣说这本经典时，他是主要直接宣说圣义的内涵，宣说空性的内涵的话，那这种经典呢，就可以称为是了义的经典。好，若有显示种种字句，此等即名不了义经；若有显示甚深难见难可通达，
此等是名了义七经。那同样的，如果说这本经典在宣讲的时候呢，它的字面上显示了种种字句，那种种字句我们之后会提到，后面讲到的，譬如说讲到卜特切罗的时候，和卜特切罗有很多的同义词，譬如说我有情命者阳者，是夫卜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这些等等，它都是讲卜特切罗的，它都是同义词，都是意思是一样，但是不同的名相。宣说种种的字句，此等即名不了义经。这种经典呢，是属于不了义经的。就好比说，释迦合注这边补充到，好比说，如于卜特切罗说为我或有情等等啊，这种就待会我们会讲。若有显示甚深难见那个通达，那这边讲到了三种甚深。什么叫做难甚深呢？因为释迦合注说到了难量。难测的缘故，他很难去了知的缘故，所以称之为甚深。难见，为什么称之为难见呢？以喻及因等方便，亦难见故。即使透过种种的譬喻、种种的正因来去成立，都是很难去了知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难见。难可通达，为什么难可通达呢？在了知空性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直接用感外在的五官去了知，眼耳鼻舌身意去了知，而是用心去知道说何谓空性。那即使虚为以心了知的缘故，难可通达，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深细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心去衡量。虚为以心了知，犹如是之门，纵然知晓其存在。我们用心去比度，或者说去推理空性的时候呢，即使知道说空性可能存在，然要以通达之门说其义理，即是如此。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只能说它可能存在，它应该存在，或者说它存在，但实际上它到底表达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内涵，它的义理为何，它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很肯定的说出它的义理，那是很困难的，所以难可通达。然后这边释迦合注又补充到说，显示紧遮所破细论，是安立或成立圣意自性之理，故如是主要直接显示者，此等是名了义七经。这边释迦合注补充什么呢？这部经典佛陀在宣讲的时候，他所显示的内涵是怎么样呢？他是显示空性的内涵。他显示空性是怎么样显示呢？他破除了所破，破除了所破细论，破除了谛实。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就是在安立或者说成立圣意的自性之理。所谓圣意自性之理，就是显示空性的道理。如果说他在显示的时候，他所显示的内涵是破除有圣意，圣意成立，有谛实成立，有自性成立，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就是在安立，就是在成立圣意的内涵。所以如果说故如是主要直接显示者，如果说他所显示的内涵是这样的话，这样一个经典他就是主要直接显示空性，那这种经典呢，就可以称之为了义七经。好，那这一段呢，就是讲说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是从所权的一个角度来做案例。而所权当中呢，就是看它是否是主要直接显示出空性的内涵来分辨。它主要直接显示的是空性，这样的一个经典，它是属于了义经。它主要直接显示的内容不是空性，是空性以外的其他世俗法。那这样的一个经典呢，它就是属于不了义经。好，再来，若有显示世俗，成不了义。显示世俗，其理云何？那如果说，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了不了义是从所权来做区分，指出它显示的内容是世俗。它如果显示世俗法，它不是显示空性的话，这样的一个经典，它就成不了义，就成为了不了义经。那这样的话，什么叫做显示世俗呢？所谓的显示世俗，它
宣讲世俗的意思又为何？所以显示世俗其理云何？那我这边做了一点调整，显示世俗之理，从字藏文来看的话，改成这样会比较符合藏文。显示世俗之理云何？它在显示世俗的方式又是怎么样呢？又有显示圣意而成了意，显示圣意不云何显？我这边帮他做一点调整，显示圣意之理复为何也？那同样的又说到显示圣意的是了义经，那既然说显示圣意的是了义经的话，那所谓的显示圣意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显示圣意之理复为何也？所以他这边就说到，诶，如果既然说到显示世俗是不了义经，那所谓的显示世俗是怎么样？同样的说显示圣意是了义经，那所谓的显示圣意又是怎么样呢？那大师这边 做了一个提问，那回答说其比经中明显宣说，那于是在比经，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无尽慧经，在无尽慧经当中就明显的有说到了如比经云，那就说到那释迦合注这边做了一个补充，此二显示之理，此二指的是显示世俗跟显示圣意，世俗跟圣意显示的道理是怎么样呢？显示的方式，宣讲的方式是为何呢？那如果说在经典当中若是无者，就是在经典当中说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的这种情况呢，就是显示圣意的方式，就是宣讲圣意的方式。反过来，这个经典它在宣讲的时候若是有有者，它显示的就是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显世俗之理，是显世俗之理，它是显示宣讲世俗的一个方式。此复无者谓圣意，那此中讲到说，诶，什么东西无眼无耳无鼻无舌身无身意，这个无，所谓的无是什么？指圣意无、地识无、自性无，它指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此复无者，并不是说连名言上都不存在，并不是完全否定说它不存在，而是说它不存在是什么东西不存在呢？是自性不存在，是地识不存在，是圣意不存在。有者谓名言。那同样的，在这个当中，经典当中说到的有，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存在？譬如说有眼睛所看到的，有业果，有因果等等。讲到这个有，它是从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有呢？是从名言的角度来说有。所以说到无的时候是圣意无，而说到有的时候是名言有。所以有跟无它不成相违，它虽然是圣，它是无，但是它是圣意无。有是什么有？不是圣意有，而是名言有。所以是圣意无而名言有，这样就不会堕入长断二边。所以在看待经典讲到有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角度来了解理解有，说到无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无，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分辨所谓的了不了义是非常重要的。此中我乃至受者之间是有情之同义词，那待会下面就会引到说我有情命者阳者等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说在经典当中有显示种种字句嘛，就同样一个词，应该说同样一个意思呢，它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所以显示了种种字句，这种显示种种字句的呢是称为了义，显示世俗。好，那在这边就讲到说即彼经云若有其种种名言宣说有我有情命者阳者是夫五特伽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于我中显似有我，于无我中显似有我，此等名为不了义经。好，那这个无尽慧经当中就很清楚的提到了，如果说在经典当中讲到说若有其种种名言，说用各式各样的一个名言来表达一个东西，
那譬如说宣说到了有我，那这边释迦合注就补充到说，同样一个词，但是它有不同的，同样一个意思，它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譬如说讲到我有情，命者、养者、事夫等等，这些都是同义词。那讲到所谓的我，为什么称之为我呢？那释迦合注说到了，能做主之义故。因为所谓的我，它有一个自主的能力，能做主的，具备这样的一个义理，具备这样的一个内涵的缘故，它能够做主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我。为何称之为有情呢？虽仅一位卜特伽罗，然将心历历拾取或思为我故。有情，我们从中文的字面上看不太出来，但是从藏文来看，藏文如果直译过来的话，藏文叫做身坚，它直译过来就是具有心的人，那具有心的一个生命。那释迦合注怎么解释所谓的有心呢？有心这个字怎么去理解呢？虽仅一位卜特伽罗，即使是一个卜特伽罗呢，他都会很努力的将我们这个心直取为，或者说认为这个心是我，所以这个所谓有心，具备心，他就是将这个心呢，直为是我，很努力的直为是我，所以称之为有情。这是只是就字面上去做解释而已。好，这边讲到所谓有情，就是历历的将心直取或思为我故，所以称之为有情。那为何称为命者呢？因为具足心力，作为命存之所依的缘故。卜特伽罗他是具足心力的，具足力量的，然后他又作为我们活命命存的一个所依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命者。那为何称之为养者呢？说以众多命存之源而养育故。因为他我们的生存，他必须要靠着许多活源与众多命存，让我们活命的因缘呢，来养育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活下去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养者。那为何称之为士夫呢？因为与所作俱力故。那所谓的士夫在梵语叫做布鲁卡，布鲁卡，布鲁卡在梵语来讲，它的意思就是俱力的意思，具备力量，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他具备力量，有这个能力去做改变，所以称之为布鲁卡，也称翻译过来就翻译成士夫，他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士夫。那为何称之为卜特伽罗呢？卜特伽罗，它是梵文的音译，直接梵文的音翻译过来的。那在翻成藏文的时候，它从意义上，它就把它翻之为扛萨。所谓的扛，扛萨，扛的意思就是不满的意思。所以这边讲到了自心不满烦恼，撒就是指落下的意思，下坠的意思，所以落于轮回，所以扛萨若直译过来就是不满跟坠落的意思。那不满什么呢？是我们的自心，我们的心里面布满着烦恼，所以称之为扛，称之为不满。为什么称之为撒呢？因为它坠落堕落于轮回当中，所以称之为萨。所以在讲到卜特伽罗的时候，他的藏文是扛萨，那他的意思，去从字面上去理解，也就是自心当中布满着烦恼，而且堕落于轮回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卜特伽罗。那为什么又称之为一生呢？一生呢，从中文的字面上其实看不太出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释迦合注说到由力所生。但是从藏文来看，它确实就是从由力所生的意思，它就是从力量，它我们刚才讲到的卜特伽罗，它具备着力量，具备改变，具备对于所作它能够承办的力量，所以由力所生称之为义生。为何称为如同？由能力之自性所成故。它具备了怎么样的一种体系呢？具备了一种能力，能够承办所作的一种能力，所以称之为如同。那称之为何称之为作者？
半诸受用之作者故，他能够承办种种的受用，承办所属种种的事业，所以称之为作者。那为何称之为受者呢？益熟受用之领受者故，因为当我们造了业以后，感果在感果是在卜特伽罗身上，他去领受这样的一个果报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受者。那这个是讲到说卜特伽罗他有这些种种的同义词，在经典当中，般若经当中，可能大家也会读到有我有情命者、仰者、四部卜特伽罗等等这些词。那这些词它个别的意思，它是从虽然都是同一个意思，但它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所谓的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的我为何，所以就有这样的不同的名相出现。那说到这么多的名相，于我中显似有我，于无我中显似有我，就这些虽然说我它是没有自性存在的，但是呢在显现上似乎我是有自性存在的。那于是在经典当中说到了我的种种的这些名相，这些世俗法此等名为不了一经。所以在经典当中说到了这些种种各种种字句种种的名相，这些呢显示这样的内涵的呢，就可以说是不了一经。若有显示空性，无相、无愿、无作、无生、不生、无有情、无命者、无卜特伽罗及无我等诸解脱门，此等是名了义经。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在经典当中讲到有很多东西是有的，这种是属于世俗的。很经典当中说到无无无，刚才我们说到了无相、无愿、无作、无生、不生等等，都是无在前面的。这种所谓无，是指无胜意、无地识。显示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就是显示空性，也就是显示胜意，是名了义经。所以这边讲到了三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所以若有显示空性，讲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什么意思呢？无相在释迦合注这边补充说，不杂于因。他所谓的相是因果相，他不杂的其他的闲杂的因缘、现前因及作者等等，还包含说这些他直接因，以及说种种的作者，而且这些东西都没有地识的缘故，都离开了地识，所以离开了这些有相有地识的东西，所以称之为无相。无愿指的是说从于胜意欲求其果，然果及所作无地识故。就说从圣意当中呢，你想要去寻求果报，我们想说要得到很多受用，所以我们去做种种的供养，想要寻求果报。如果从圣意的角度去寻求的话呢，其实然果及所作无地识故，这些果以及说你在做的这些过程呢，它都没有地识缘故，所以称之为无愿。所以这边就讲到了三解脱门：空性、无相、无愿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它解脱是解脱什么？解脱生死轮回，所以称之为解脱。而三种不管是空、无相、无愿呢，它指的都是无地识的一个内涵，它从不同的角度来宣讲无地识。好，再来无作，于诸因果无作什么呢？无胜意因缘聚集的所作缘故，所以称之为无作。一般讲到说有作为，指的是说有因果的作为，要在上课吗？由因产生结果的作为缘故，称之为作。而这个作，这边讲到的无作，指的是没有胜意的因缘聚集的缘故，所以没有因产生果的作为，所以称之为无作。无生，也就是说没有地识的产生，没有地识的因而产生地识的果，都是必须关待因缘，关待种种条件，所以称之为无生。不生指的是不没有地识、没有圣意的生，没有自主的有情，没有自主的命者，没有自主的卜特伽罗，即没有自主的我。所以后面讲到的有情、命者、卜特伽罗及我，它都是加了一个没有自主的我存在。我的存在它
必须要关带诸多的因缘条件，不可能说我独立存在在一个地方。所以不管是我有情命者养者是夫补特且罗，这一切它都是没有自主的，它都必须要关带。所以没有自主的我等等诸解脱门，所以这边讲到的解脱门就是解脱轮回之门，生死轮回之门。此等是名了义契经。如果说在经典当中提到了这些内涵，那就可以知道是了义经。那经典当中提到并不是说啊，只是有些地方提到呢它就可以算是了义经了，而是说这部经典当中呢它主要的所权，它是否有直接主要的显示这些内涵的话，如果有这样显示，它就可以是了义经。如果说它并不是主要直接显示这些内涵的话，它就是属于不了义经。好，这边是引无尽慧经来做成立。此说开示无我及无生等断绝细论，是名了义。所以这边就说到了，如果说经典当中开示了无我啊、无自性生等等呢，断诸细论、断绝细论，那细论是第十的细论、分别的细论等等，这种呢都是属于了义经。宣说我等是不了义故啊，宣说我等是不了义。那说到了我者、命者、养者、生者等等，这些呢是属于不了义的。因知故意因知无我、无生等，是为圣义。生等是世俗，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经典当中提到了无我、无生，那无我、无自主的我、无自性的我、无生、无自性的生，这些呢都是属于圣义，是空性的，是无地识的。那讲到说生等是世俗，那说到有生、由因产生结果等等，这些就是属于世俗。好，所以这边又可以知道说二谛的一个差异，圣义谛跟世俗谛它的一个差别。那这个我们在四部中义的话，学习四部中义的时候有讲到，那当然要安立圣义谛跟世俗谛，它有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定义。但此处从字面上来看，就是讲到说经典当中提到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我等等的，这些是属于圣义的。反过来说到有我、有命者、有养者、有因、有果，这些呢是指世俗法。这边又在引经说到，三摩地王经云，当知善事宣说空，是为了义经差别。若说有情速取事，其法即是不了义。这边说到什么呢？当知应该要知道善事如来，宣说空性。如果说佛陀在经典当中他主要直接显示的内涵是空性的内涵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经典呢就视为了义经。是了义经的差别，了义经的特法。这边的差别指的是说它的一个特色，它的特法。就是了义经的一个特法，就是它在经典当中呢主要直接宣讲的内容就是空性的内涵，那这种是了义经。若说有情速取事，如果在经典当中讲到的有情种种的名言名相，速取事指的就是补特伽罗嘛，就是有情命者养者生是夫补特伽罗，这些呢其法皆是不了义。那说到这些内涵的话，那就是属于不了义的，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它主要直接显示的，应该说它这本经它的内涵所权呢，主要直接显示的是这些种种的名相的话，那其法皆是不了义。又引到中观光明论，莲花戒论是所造的，是故应知为说圣义是名了义，与此相违是不了义。那再次的强调，应该要知道说，只有讲到圣义的，主要直接显示是圣义的这种经典，才是叫做了义经。与此相违，反过来，他讲的不是这样的，他主要直接显示的不是这样一个内涵的，那就是不了义经。所以了不了义已经非常分得非常清楚了。
什么叫做了不了义？我们从上面一直推下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谓了不了义都是从所权它主要直接显示是什么内容来分辨所谓了不了义。入一切佛净智慧光明庄严经云，在佛经当中，这部经当中又引导，所有了义是名圣义。再次强调了，所有了义，所谓的了义是什么呢？就是是名圣义，它只主要直接所权的是空性，是圣义内涵，那这种就叫做了义。无尽慧经说无生等，释迦牟尼说无圣义生等，是名了义。在讲到没有圣义生，没有自信生，这些是了义。固定因知为无生等，说明圣义。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要升起一种定解，我们要知道说什么叫做了不了义呢？就从他这个经典当中，他如果主要直接显示的是无生的内涵，无自信生的内涵呢，那这种呢就称之为是圣义，称之为是了义。故中观理据及诸解释，应知如实宣说了义，以广抉择离生灭等一切细论真圣义故。所以呢，从上面这样的一个推理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中观理据六论，我们上次有介绍过龙树菩萨所造的理据六论，它是解释空性的内涵的嘛，包含说集诸解释，就是解释中观理据六论的种种释论，其他祖师所造的释论，这些释论呢，应知如实宣说了义。应知应该要知道说，理据六论也好，还有解释理据六论的这些论释，都是了义的论。应知如实宣说，他们是如实的宣说了义的内涵，他们是了义的论点。为什么他们是了义的论点呢？因为以广抉择离生灭等一切细论真圣义故。这边以我把它改成因，比较不会搞错。因为呢，他广泛的抉择了离开自信的生灭等等一切细论，离开了分别的细论，离开了地识的细论，他显示的真正圣义的内涵，空性的内涵的缘故，所以呢，这些论它也是了义的论。何故如是二种宣说而名了不了义也？那这句我把它做一点修改，改说若念以何如是宣说以二者为了义与不了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来去宣说以二者，指的是圣义跟世俗，怎么宣说这两者，以何如是宣说比二者，用什么样的方式，用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来成立说宣说世俗或圣义呢，可以分辨为是了义跟不了义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师这边提出了一个问题，未有此义不能更于引转故，名为了义，或义定了，此义即是真实性义，过此已去不可引转，所抉择是道究竟故。故诸于补特伽罗除此不可引显于义，由其具足能成量故。好，这边就讲到说了不了义，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或者说怎么样成立说宣说圣义的就是了义，宣说世俗的就是不了义呢？你是怎么样一个角度去成立的呢？大师这边回答到说，未有此义，如果说他所宣讲的义理不能更于引转，他无法在这样的一个义理之上呢，再去引申出其他的内涵了，或者说引申出它背后真正的内涵了，它已经到达究竟了，它的义理就是如此了，没办法再更做引申了，不能更于引转故，名为了义。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引申出其他的内涵了，这样的一个
经典呢就称之为是了义或义定了，那我把它改成义决定，它的义理是决定的，你不需要再去做解释了。有些经典呢它字面上是这样说的，但是呢你必须要再去做另外做解释，或者说它即使字面上或者说它所表达的内容呢它并不是佛陀真正的意趣，你必须要再去另外的解释，这种就是要另外再去引申了。这种要引申的它就属于不了义的，但是如果是宣讲圣义空性内涵的，他所讲的内涵就是已经诸法究竟的实性了，他已经不需要再另外去做解释了，这种呢就是属于了义，或者说义理是决定的，此义即是真实性义，因为这样的一个义理它就是最究竟真实的义理啊，所以过此已去不可应转，你无法在这样的一个义理之上超过它再去寻求更深或者说最究竟的义理了，你无法再寻求，因为它已经到达最究竟，它的这个内涵就是佛陀他真正的一个本怀，你不需要再另外去做解释再去另外引申了，过此已去不可应转，你已经无法再超越它了。所抉择是道究竟故，因为他所抉择的义理他已经到达究竟了，你无法再超越了，所以这种情况的义理他就是属于了义的义理。诸于普特伽罗除此不可引显于义，那其他的人他无法在这之上另外再做解释了，已经到达佛陀最究竟的义趣了，不需要再做解释了，所以不可引显于义啊，没办法再显示其他的义理了，尤其具足能成量故，那尤其具足能成量故是指说什么？成立它的量，它具备了一个能够承办它的量，成立它的量，也就是说它这个义理是能够备量成立的，而且这个量成立什么呢？成立是与事实的真实义理是相顺的，这种量成立它是与事实义理与 事物的实义究竟的实义是相符顺的量，它有具备这样的一个量，成立它与事物的究竟本质是相顺的这种量的缘故，所以它是了义的。如中观光明论云，何等名为了义，何等名为了义经，在释迦牟尼补充了，何等名为了义经呢？未有正量依于圣义增上而说，好，那什么叫做了义呢？他透过了正量依着圣义增上而说，讲的就是说在怎么样一个条件下呢，他加了一个简别，加了一个差别，在正量之上呢，他加了一个什么差别呢？加了一个怎么样一个简别呢？加了一个说于圣义中，于圣义中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又未有正量依于圣义增上而说，是从圣义的角度来成立的，这个量在成立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从圣义的角度来做成立，所以叫未有正量依于圣义增上而说，这边增上而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圣义的一个条件下，在圣义观察圣义的一个条件下来说的，未有正量依于圣义增上而说，从圣义的角度来讲，此义除此于人不能向于隐故，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事物的时候呢，他已经看到事物的，他就是观察事物最究竟的本质嘛，所以当他观察到这样的一个义理时，这个义理就是最究竟的义理，所以此义除此，这个义理除了这个以外，观察圣义的这种智慧观察到最极究竟的时候，这个义理就是这个事物最究竟最真实的义理，除此之外呢，愚人不能向于隐故，其他人没有办法再另外做解释了，你不需要再另外做解释了，因为它已经是最究竟的实义了，所以愚人不能向于隐故，这边讲的就是什么叫做了义呢，就是它已经是讲到是观察到最究竟的实性了，已经无法再做影射了，所以称之为了义。由此宣说之力，其不了义
亦能了解。那反过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如果说他所宣讲内容他不是讲究竟实性的，那就是可以知道他是不了义。所以由说由此宣说之理，透过上面这所讲的内涵，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所谓的不了义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亦能了解。未若此意，不可如言而取，须隐于意，视其密意。或虽可如言而取，然彼非是究竟真实，须除彼更须求彼真实，故非了义，或亦未了。这边改成或须隐意。好，所以什么叫做不了义呢？未若此意，不可如言而取。有一种情况，他所讲的这个内涵，佛陀所宣讲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呢，他不可以如同他的字面一般去取意的，不可如言而取，须隐于意，视其密矣。我们必须要另外做解释。佛陀讲这句话，其实这不是佛陀真正的意趣，佛陀真正意趣是怎么样，我们还要另外做解释的。所以叫做虚隐于意，还要再去引申其他的内涵，去解释佛陀的密意。这种情况，它是不了义。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即使它是可以如言而取的，或虽可如言而取，然彼非是究竟真实。即使它是可以如言而取，譬如讲到造什么因，感得怎么样一个果，或者讲到有业果、有三宝、四谛等等，它是可以如言而取的。但是它所显示的内涵，如果不是究竟真实义力，也就是圣义的内涵、空性的内涵的话，除彼更需求彼真实。在这个之上，你还是要必须去寻求这些内涵的究竟本质、实性为何，它的真实义理为何，因为还要另外再去寻求，要另外去引申的缘故，故非了义。所以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不了义的，或需隐义，或者称之为需要再另外去引申它的内涵，引申它的义理。所以了义跟不了义可以从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分辨呢？一个是从它主要宣讲、主要直接所宣讲内容，如果是宣讲空性的，它是属于了义。反过来宣讲直接宣讲，它是世俗法，那这种是属于不了义。另外一种，从说他所宣讲的内涵，需不需要另外去引申，或者说去解释它的密意的？如果要另外去做解释的，这种是属于不了义。不需要另外做解释的，他所讲的就是诸法最究竟真实的实性，那这种就是属于了义经。好，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今天进度先上到这边。那做一个总摄，我们所谓的了不了义经，我们说要学习毗婆舍那，要学习毗婆舍那，那应该要依着怎么样的一个经论来学习呢？应该要依着了义经来做学习。那什么叫做了义经呢？那在此处应成派所提到是了义经，它就必须从它的所权来做分辨。它的所权主要直接显示的是空性的内涵，它就是属于了义的。反过来，如果它主要直接所权的不是空性，是讲空性以外世俗的法，它就属于不了义。那我们最后又说到了，为什么它称之为了义跟不了义呢？因为它需要另外引申其他内涵，所以称之为不了义。它不需要另外引申，它所讲的内涵就是诸法究竟实性的，那这种就是属于了义。好，那今天的重点就是这样子。啊，以上有没有问题？法师您好，请说。法师，我想请问一个那个，关于前面讲到的那个，就是修学奢摩他的资粮的三个资粮的问题。那个，钟大师那个文殊山教授里面有讲到哈，就说如果要升起快速的对空性的正量，那他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净罪集资，然后研阅五垢的经论，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对上师跟本尊做无二的祈请。
那在毗婆舍那这边提到的三个资粮呢，跟这三个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那个精锐极致的部分，还有对本师对上师跟本尊做无二的祈请，这两点宗大师在这边没有特别的去提它。那想请问法师，那个宗大师在广论这边提这三点，那他的缘由跟意趣如何跟文殊三教授来做比对？以上请教。好，很好。这边我们在讲到毗婆舍那资粮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部分呢，是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属于在文思的一个阶段。一开始我们要如何去路去，我们要了解空性，最起码我们要先从听闻开始嘛。那要怎么样开始去路空性的内涵呢？我们必须要亲近善知识去听闻正法，所以这个时候只是从初学者初阶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入门去学习空性的内涵。所以这边讲到的都是要你需要去闻思，而且在闻思当中你要闻思是了义的经典。但是在大师的传记当中提到的三种教授，是当时大师去请教文殊菩萨说如何才能够去证悟空性了。他已经不是说听闻内刚听要听闻空性的内涵而已，而是他已经进入了正式实修的一个阶段，就讲到修习毗婆舍那的阶段了。在修习的时候，你虽然已经闻思，你都有他的，你对于空性内涵你有定解了，但是应该说你对应该说已经升起了闻所成慧，你对这些义理你都了解了，但是如何去证悟这其中的内涵是很不容易。我们刚才说难见难证嘛，是很难了知的。那你就必须要依着刚才三种教授，你才能够在文思的一个基础之上去证悟空性嘛。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阶段上的差异。哦，我了解了。文殊三教授主要是在实修的阶段碰到困难的时候，那就是净罪集资这一边的资粮不够，所以那边就要累积起来。那现在这边讲的是主要是以文思的这个阶段，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在毗婆舍那这边讲的这三个资料比较是所谓的主因，然后文殊三教授里面它还包含了一些助缘，可以这样子大约的理解吗？我觉得你要怎么分呢？一个是文的阶段，我们前面这边讲到一直毗婆舍那资粮，它比较属于是文的一个阶段。那大师那个三教授感觉已经到思的一个阶段了，实修了，对，实修了。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好，非常感谢法师。好，还有问题吗？法师吉祥如意。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那个听闻闻所成慧之道是要无误的持了解那个文义，那可是刚刚讲到的这个问题啊，不是他遇到文殊菩萨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还没有通达空性见吗？就是还没有升起文思所成慧，所以他应该还是在文的阶段，而且他的听闻的内涵跟真正的义理他是不相符的，他不是应该还是在听闻阶段吗？应该不能这么说，因为就当时大师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文所成慧已经有了，只是说他还没有去证悟，所以他已经在闻所成慧的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所谓闻所成慧，就是他对其中义理他都已经很了解了，你说用文字来表达他都很会讲了，只是说这样一个内涵他如何去实证，他就是如同这样的一个内涵他能够真正的证悟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要依着刚才三种教授，你才有办法去迅速的通达空性的内涵。所以你要说大师当时所了解的，我们所谓了解有程度上的一个差异，字面上的了解跟你心去证悟它，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必须要去通达它，是必须用心去通达嘛？那心的通达不是只是简单的文字了解而已，而是说你用你的心去实证它，去证明它，你所讲的文字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这个是属于后面思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大师的那种情况比较属于在思的时候，在思维空性要想办法升起定解，去断除对空性的疑惑时所必须要依止的一种教授。哦，好，了解了。所以
大师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已经到了思的阶段，但是还没有到达思所成慧，所以需要去做进藏集资这件事，以达到思所成慧，能用比量通达那个空性的义理。是，所以是这个意思。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好，了解了。老师还有想要问一下，403页刚刚讲到的倒数第六行这边，何等名为了义经，未有正量依于圣义增上而说。这个未有正量依于圣义增上而说，您刚刚是说就是有一个心，它是从圣义的角度去了解那个了义的这件事。那这个正量是不是可以就像我们刚才讨论中大师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一个在一个思的阶段，是这个理解，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吗？这个正量需要想到是那个圣根本定制吗？它是那种方式吗？因为后这边有讲到一些什么细论之类的，他要用这个方式去理解吗？应该不用，这个地方也不用一定要是根本定，它只要是观察圣意的智慧，从圣意的角度来看待事情。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他连在那个听闻的阶段也可以算进来呢？就是从听闻光是听闻，它不能是观察声音的智慧嘛？你要观察声音的智慧，它这种理智，观察声音的理智，它应该要到思的阶段嘛？如果只是听闻，比较难说是观察，因为听闻它就只要对于文字义理它能够了解，这样就行了。它能够能对于这样的一个义理在心中现起来，然后就好比说像乌鸦学语这样，它能够复述，这样也就可以说是有闻所成慧了嘛。但这个时候没有谈到去观察的部分呢、所以你要说这个正量有闻的部分似乎比较困难。弟子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曾经记得莲花戒论是有说那个理智量它是从闻思修开始，闻就已经开始有那个观察那个空性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边，在这句话《中观光明论》里面，他在讲到这个正量，照法师您的意思说，我要把它理解成在思维的阶段，才能讲到说有观察有这样的一件事，是这样说吗？你要说这一句未有正量依于圣意增上而说，他在这边要讲到的是说，所谓的了义经呢，它是有量，它是依于圣意，在依着圣意的状态当中来说，对来说诸法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量现在要探讨说，在圣意的状态当中观察的这种量，它是可以有闻的量还是可以有思的量，要讲现在要探讨是这个问题吗？对，我想问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它，还是就是反正一定是有一个心去了解圣意，就直接这样理解就好了。首先问题要先厘清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讲到了义跟不了义的时候，是否是从一个单纯听闻的一个角度，从听闻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没有圣义的，它就属于不了义经，还是说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去思维它，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内涵。现在的问题是说，这边要分辨所谓了不了义呢，就是从它所权的角度嘛，它的所权角度只要是空性的内涵，主要直接显示空性的内涵，它就是属于了义经。我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到很听得很懂，你可以再讲一次吗？就是这边何等名为了义，未有正量依于圣义增上而说，这边的正量要怎么去理解它？叫未有正量，有一个正量它是依于圣义的角度而来说了义，是讲到的是说佛陀，他是要讲佛陀有这个正量，他是从圣意的角度说了义吗？就是指到的是佛陀吗？这件事吗？还是说如果
我们对疗愈经的理解从文开始就是有一个正量，其实我在这边没有很清楚的理解这边的意思，所以这个疗愈指到的是说佛所说的疗愈经，这个有正量指到的是佛吗？佛是依着圣意的角度而说的。嗯，未有正量依于圣意，这个我再看一下藏文好了，因为他这边没有明确讲说一定要是佛说的嘛，嗯、只要是他这个内涵是、直接主要直接宣说空性的就行。那至于这个正量是指正量的经典，还是说正量的士夫，还是说一定要是我们心绪当中的这种量，那这个部分我再看一下原文好了。法师，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刚刚说那个疗愈后面加上一个经，那就表示那是一定是佛说的啊，所以他说这个有正量是指到是佛的正量来说的，用圣意的角度来说疗愈吗？我才有这疑问。如果你没有加疗愈，没有加上那个经的话，我可以理解可能是祖师大的，但是你因为你加了特别说这边要加一个经，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正量要指到佛的正量吗？我所以才有此问。嗯，谢谢法师。好，如果这边加个疗愈经的话，那确实这边的正量可以是佛陀心绪当中的量嘛，这个也没这样理解也没有问题啊。好，法师，请问那个403页第四行的下面这里再开始，他说未有此意不能更以于引转故名为疗愈。好，那这里的意思能不能理解成像我们说的无遮的意思？嗯，有点不一样。无遮他固然是正得他的心，他破除所破以后不能再引申于意嘛，不能引申其他东西，那这种是无遮嘛。那这边主要讲的并不是怎么说呢，你要说他讲的就是无遮吗？你要说他的所权就是无遮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他这边讲的说不能隐于意的意思，说他所讲的内涵呢，你不需要再去做引申的，要讲的是这个东西，你不需要再去做引申，因为他讲的就是最究竟的实性，最究竟的内涵，所以他这称之为疗愈经，因为他已经不需要再另外做解释了。那你跟你讲到无遮，是你指我们的心或者说这个所权的声音在权说他说他遮除了所破，那遮除所破就仅此而已，不会再引申其他东西，这是层次应该说层面上是稍微有点差异的。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关系可能就是可能是四句型还是什么其他句型，可以有交集吗？可以有交集。好，谢谢。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一起回向。请合掌。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回向。生生由圣宗喀巴，未作大乘之势力，愿与佛赞上闻道，虽刹那境不暂舍。我知师长宗喀巴，或居多帅，或极乐，任住何处圣净土，我等愿生眷属手，出入广大求多闻，中现经教皆教授，后进日夜遍熏修，为弘圣教遍回向，至尊师长受坚固，洁净事业遍十方，忏悔教法如明灯，常破三界众生安。大众请起立，向上礼佛三问信。三问信，三问信，三问信，一切师长